Hello， 我们来到第二环节了。现在我们要讲关于 Vishnu's victory over the Asuras。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LeongKee。Hello。哎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只那个啊 ，God side 的带领 leader 就是 Vishnu， 他骑着一只鸟，这个鸟叫卡鲁达。OK， 现在还是一个人外面秀，这边一个人打就啊力气还是敌人。OK， 这一赛是。两边都是敌人嘛 ？OK， 两边都是敌人。OK， 两个 enemy 一起冲向他，一个人外面秀人抵抗所有敌人。我们看到那些敌人呢，有骑马、大象啊，那些什么鬼啊，屁股在那边。OK， 其实故事大概就这样了，就是讲那个维诺斯怎样外面秀啦，怎样打人家，就是最终呢结果就不知道是谁赢了。OK， 是怒赢吧。Vishnu victory. OK 了，我们就支持 Vishnu 赢啊。OK， 最后就是 Vishnu 打赢所有人，就是 OK， 然后是他就可以做历史了咯，他一个人力敌全万军。OK，